今天呢 Veracruz 的海滩大风大浪，沙子满天飞，插红旗，这样的天气呢不可以游泳。海鸟呢都聚集在沙滩上，那有人呢就逗这个海鸟玩。我刚才看到的景象呢相当壮观，希望还有机会再看到。他跟这个海鸟一起跳舞，当然了是用喂食的方法来引这个海鸟和他跳舞。本来是呢要跟着这个音乐呢来让这些海鸟跳舞，刚才很壮观的，我再等等看，或许还有机会。你看全部都起来了，风太大。满天都是沙子，眼睛都睁不开。满天都是海鸟啊！手机屏幕太小了，照不到。亲眼看的话呢，非常壮观。最后一次，哦。